Your secret 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脱下了就这记录下所有的陆博士华人的科研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一起解决问题但是想要研究神经导航系统需要结合立体定向技术现代影像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微创手术技术等等这背后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陆博士所以我认为选择杰辉才是您最优的选择那我问你资本逐利如何保证科研的纯粹陆博士杜总现在虽然从商但他曾经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医生而且他现在选择医药研发也是想要更好的帮助医生治病救人我看在你心中杜云成什么都好你有完没完啊谈工作呢我是在谈工作呀你扯什么个人恩怨啊我的哎谈工作多没意思啊这样吧苏小姐刚才已经表演过了郭医生现在轮到你了如果你获得的欢呼声更高那我就跟华人合作陆博士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用这么儿戏的方式决定啊我的专利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活到我这个年纪千金难买我高兴陆博士一言为定丫头有点耐心不好意思各位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彩虹总之对于我来说彩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心目中认为最美的彩虹送给那个最特别的他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好在你的梦话都被我听见靠近天感受你嘴角弧度是幸福的绵延一遍又一遍